天早上，文在寅会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前往白头山。西面走到万景台。这两天你还是会在这边。这你不要。上班时间下了班之后，大家会去买菜吗？买菜啊。那一般买菜是去哪里买？有菜市场是吧？对。还是说在那个每一个楼的楼下会有那种？楼下都有卖菜的。哦，楼下就有卖菜的，就是不用说到菜市场买的时候提着一路走回家这样，不用这样。就到自己楼下的。楼下商店里边商店都有卖菜的。菜不会分是吗？菜啊，有，我们是凭票来算的，单位发票，然后你去楼下的那个点，大部分都在家里的附近那个凭票商店。因为你说你们是阿尼郎民族是吧？对。但是我不知道阿尼郎的故事的整个由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很简单的，这是个爱情故事。李浪是个名字，李浪是个男的。是男的。然后成夫是个女的。什么呀？成夫。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怎么写成夫两个？这个成功的成，夫是芙蓉的芙。芙蓉的芙。对，成夫。他们俩相亲相爱，就是给一个地主打那个打长工，然后这个地主就是都一样嘛，很坏，能让他们交粮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每个农民就是农民起义爆发了，然后之后他们但是地主告到那个冠军，报到那个冠军，那个把所有农民都给杀了，然后这个农民就然后所有农民都杀，然后他们两个逃脱了冠军的包围，然后进入了一个水落山的村里，然后他们水落山一个溪谷，就躲到那个山里去了。然后他们俩，然后他就是李亮就不服气，然后再奔赴到战场为农民报仇，成夫在家里一个人等着李亮啊。他有一次出去的时候遇到一个打猎的人，他这个很色，想要霸占这个城府，然后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很希望这个李浪回来，然后就这样有一天李浪回家了，然后进来那个进屋里，但是这时候同时那个打猎的那个色狼也进屋了，然后他不是尴尬了吗？然后成夫就无话可说，然后李浪就误会了，把那个杀死了那个色狼，然后就出去了。然后成夫喊着那么盼望的李浪回家了，但是他不相信他，很委屈，然后就把刀刺在胸前自杀了。然后李浪就翻越山岭，就想着镇静下来，成夫不会是背叛我的女人，然后再回去看来已经死了。他那个成夫离他走的时候，李浪抛弃那个成夫走的时候，成夫说着李浪啊是感叹词，李浪你走不了多久会生病的，你抛弃我走。然后那个埋那个成夫的那个山岭叫做阿里郎岭，然后夜那个找李浪的那个声就是李浪李浪。歌曲，谢谢。我们现在来到了羊角岛饭店，我们去上面的旋转餐厅。羊角岛饭店盖的时间比较早，有一些可能会把它归为特级酒店，但是好像朝鲜导游们口中都觉得高地酒店才是特级酒店呢，它可能跟一级酒店的水准差不多。走吧。这个鱼挺不错。这个鱼没听说过，就是这个，就你们海岸会有的吗？我借用来看一下，可以吗？就是这是游戏什么之类的是吧？就是中文汉字，这是中文翻译软件，是吧？这个男的，你刚才那个是个翻译软件还是像查询一样？起点，起点是可以查东西的是吧？만장이니까사실좀가져올라가도돼요哈喽，走喽。这个
大桶箱。哎，啊，好厉害！我不认识，我懵的。王大叔，这个点有点晚了，都已经吃晚饭。哇，这里感觉人没有多少。嗯，那我们等会吃完见，是吗？哎，好嘞，谢谢。哦，他给了我们一个啤酒，你等会可以尝一下吗？可以，谢谢。大家是都吃完了吗？这个时间太晚了，是吗？哪个吗？我因为我看只有我们在吃饭，太晚了，时间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吃完了？不晚了。哦，不晚啊。哦，嗯，好，谢谢。正确的时间。哦，正确的时间。啊，一点点就可以，谢谢。好，谢谢。你说一下吧。嗯，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朝鲜，然后今天是我们到朝鲜的第一天。嗯，因为呢，你到朝鲜来的时候是不会有导游随行跟着你的，我们是落地之后导游接上我们。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金导，和徐导大家都很熟嘛，然后金导呢，因为人气特别旺，我们就说那可不可以这一次也是金导呢？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的答复的，因为他不一定就是会安排同一个导游，并且呢可能他是也会有一点点忌讳的。然后实际上情况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导游呢遇到的是小周和小李。我觉得叫别人小什么还挺奇怪的，反正就也都蛮可爱的，因为都很年轻嘛，就是大家都就还蛮活泼的那种，有那种学生气的感觉哈。嗯，他们也刚工作不久。对，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是羊角岛饭店，羊角岛饭店是在羊角岛上的，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很高，47层嘛。从这里刚好可以看到那边是柳金饭店，就写了字的，远远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上次我们有拍过外观，这个在建筑界，国际建筑界上面都是一个蛮大的话题的。嗯，大家有兴趣可以百度一下。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晚餐，等会我们看看吃什么。然后呢，一般情况之下，导游是不跟我们同桌用餐的。啊，今晚是吃什么呀？嗯，吃什么？啊，这不能这么讲。鱼肉。哎，嗯。鸡肉，鸡肉，哦，好，谢谢。就刚才来的两个小女孩，如果你尝试用中文跟他们交流，他们就是多少可以回答你一些。嗯。哦，它是汤。好了，向大家隆重介绍新宇，长得还是其实蛮英俊的。蛮英俊。嗯，刚才那个朝鲜的小姐姐都说他是小鲜肉。老腊肉也行。好了，你来尝一下那个。对，然后我们尝一下这个大同江。哦，对，大同江啤酒。好喝吗？其实我觉得会有点苦啊，我就觉得有一种有点泛涩涩的那种味道。你平时喝酒吗？喝一点，但是我都喝过呀，我喝过哈啤啊，然后青啤啊，都会喝一点嘛。嗯。然后我觉得像青岛啤酒就感觉甜甜的那种感觉，这个就不会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它这个就是放在那里蛮久了的原因。不会，应该是那个口感不同吧。是这样的一个瓶子然后给我们倒出来的，从这个瓶子里面给我们倒出来的。哦，等一下，这里面好像没有，这里面好像没有提什么时候产的。好，那你看看今天的菜。然后这个他说是鱼，是什么鱼来着？比目鱼。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鸡肉吧？这个小锅，这个锅。哦，你可以尝一下，因为你是它还没有熟呢嘛。你可以尝一下鱼呀，啊，和其他小菜嘛。它这个筷子就是铁的，特
不锈钢的，不舒服，对，很不舒服。韩餐馆都是不锈钢的筷子。嗯，这个鱼还是不错的，我感觉很好吃，忍不住想再叨一口。这个肉也很嫩，我觉得这个鱼做的真的好吃，就得一会儿你尝一下。还有炸薯条，这个我们那边也经常会有这种炸薯条。其实，他们说嘛，我们主要是吃这个鸡，然后其他的是配菜。我们现在在羊角岛酒店，我们刚刚在47楼的旋转餐厅用完餐，然后我们现在下来。它一般这样大的就是酒店的一层都会设一个这样子的小卖部，就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药品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可以买，还有一些纪念品。我们想进去看一下，不一定能拍，但是从外面来看应该是有烟，然后那边还能看到开城人参。开城牌人参在朝鲜是比较知名的，就是关于人参的品牌，里面还有一些就是邮票纪念品卖。我先去看一下，这个是他们在新义中那个地方的工厂做化妆品的，还有人参酒，哦，还有灵芝。它这个就是已经蛮有那种你去泰国或者什么地方都可能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广告招牌在卖东西了。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邮票和明信片的区域，就是蛮具朝鲜特色的，是吧？嗯，就是跟他们大家在大街上会看到的那种海报啊一样。不过这边是邮票，他们70周年也有发行自己的纪念邮票。然后这一个是关于旅游的，例如凯旋门，这都是他们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地铁、体育场。这一个我一直觉得这个建筑就是挺特别的，叫科学技术殿堂。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从邮票这一点来做周边也做得挺好的。这都是他们的一些景点的邮票，上面还会有不同主题的邮票，就他们的跟我们原来一样，还是就是很喜欢用邮票这种形式收集邮票啊，贩卖邮票啊。这边是有化妆品，还有人参面膜，人参面膜是2美金，就是15块钱。嗯，这个是用开城人参。他不能拍。好，走吧。走吧。它是整包的灵芝是吧？嗯，整包的整个的吗？整个的。我其实应该买这个。这个灵芝茶是24人民币，这个是5块。好了，走吧。走吧。钱，然后那个外国老爷爷给我送过来。刚才我们俩还相视一下，我还跟他打个招呼，因为他也选了就是明信片来买，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极具朝鲜特色。火车站晚上很好看。今天晚上不是去这边吧？今天晚上也是去这边。但是我们从元山回来之后不是住这边，是住西山。啊，不是，一直住这个，一直这个饭店。哎，为什么不住西山呢？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级酒店吗？哦，我听说是这样，但是我以前来过，哦、但是你觉得没有西山那么好？对，对呀、啊，为什么不给我住西山呢？但是我那个跟那个西山酒店联系过了，现在迎接那个、哦、没有房间满了吗？房间没有。就我们本来是想换几个体验一下嘛。对对，因为我住过西山，我就说先，因为他好像说有个青年酒店，是有那个装修风格不一样。青年酒店也条件不怎么不好，就是我就说住一个晚上，然后其他的时间还是住西山。没有装修，但是在装修之后我没有来。嗯，就最近装修的。你可以看那个。你可以看注意他那个酒店的大堂的那个前台，他们是没有挂牌架的，就是一般酒店不是都会有一个门市架嘛，但他们是没有的。然后但是据我了解，就是因为他们商务签的人到这边是要自己支付嘛，大概就是$100上下一个晚上，大概是在这个价位。但是好像据说如果是他们自己就当地人来住的价格，好像就是象征性的价格确实不贵的，就是就不是一视同仁的价格。具体说一下，我们那个这个酒店不是叫做那个什么，叫做什么光山啊？苍光山。嗯，苍光山酒店。然后这个酒店连他们导游自己也不熟悉，因为他们一般的行程列的最佳的选择，要不就高丽，要不就西山嘛。但是他说，因为西山现在在阿里郎演出光辉的祖国期间订不到，所以我们就订了这边。然后我们上来之后看到，就是还有这种老式的电话，蛮好玩的，就这样拨的这。嗯，可以转圈圈圈。嗯，转圈圈的。我真的从来没拨过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往前走去看一下。他说是重新装修的这个酒店什么样？我是觉得，有一点那个招待所的感觉。招待所。这间是我的房间。我应该在隔壁吧？我在这个吧。对，你在隔壁。我在哦，我在这隔壁。这么难开吗？哦。哇，我感觉，灯在哪里呢？在这。哦。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招待所改造的感觉。对，感觉很。你可以看，那这个比西山差远了，这个绝对没有。这真的是有点差远了。这个酒店确实不是很好。好了，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就电视，哦，还有冰箱，这个，好好好整体设施，这里比西山低一级嘛。我觉得应该比西山还是设施上差挺多的。是是感觉。但是情况是这样，就是你在那个在我就是咱们国内的时候去要求说，那我他或者他告诉你说你可能是住西山和是什么，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来到朝鲜之后可能是不一致的，这个是一定会存在这种状况的。然后而且存在这种状况，你好像是没办法去问责，说为什么你承诺的是我是西山，但我住到的不是，会有这种现象。好了，烤素菜了。喂，哎，八点吃饭，我们本来是7:30出发是吗？开始是说。啊，之前就是比之前推迟半个小时是吗？哦，然后那个，你说完。啊，然后那个，房间，我们最后晚上回来那个晚上，有可能协调到西山宾馆吗？对，因为这边好像比西山还是差一点。好，好，好，谢谢。晚安，好，拜拜。李秋英，你要跟他说我在这边，不然他还要给我打。没事，不要紧的，就是现在是。
我们刚上来的时候是8:40嘛，现在大概是9:40，就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一般都会例行就是做一个沟通，确认一下，确保，对，确保你在房间里，因为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就是在户外玩，跟他们讲说，我们到户外就是散下步，然后大概12点呢，他可能就打电话来，发现我们还没有回，他们就下来找我们。这是他们就是工作的一个部分，就确保这个游客的人是在房间里的。好了，然后刚刚也有跟他提西山宾馆是看有没有可能协调吧。이어문재인대통령이답례연설을했습니다문재인대통령은김정은위원장께서가을이오면다시만나자고하신약속을잊지않으시고평양에초청해주셨으며극진히환대해주신데대한감사의정을표시했습니다 Circumstances. I'll have more for you. 第一名自助军事装备，具体情况呢是今天通往西中南。夏季达沃斯论坛由泸州老窖国窖1573特约赞助播出，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时速直通车，就这么几个台。구름이자욱이면서 Eco in Africa, The Environment Magazine. 女人一样感受，就在澳一个。Trying to support his mother and family. That initially ISIL was welcomed into that city. 蛮多的，应该有蛮多台。会谈中，习近平。끝발과흐리겠습니다五个。Is she right? Also on the program, right? Bulls lay in ruin, were taken over by armed groups. 好像不太像。习大大。这些都是重复的了，大概也就六七个台，还有一半是中文。在宾馆也有6-7个台，星空卫视和凤凰卫视都是。柬埔寨王室将继承下。好像还有一个中文台。他们自己的那个天气预报，竟然是表格型。我只不过做好一个警察的本分。看到吗？